经过了这次的活动，我体会到了团队的沟通的重要性。在活动刚开始时，我们小组拟定方案的时候，难免会有意见分歧，但经过个人的沟通与让步之后，我们才得以拟出今天这样的方案。所以我觉得团队的沟通真的很重要，并且这个活动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如果下次还有机会，我想我还会再继续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。